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金爵盛典。此刻我们正在上海大剧院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红地毯的盛况。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red carpet live of the 2017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V Festival. We're here in front of Shanghai Grand Theater to give you the live broadcast.每年六月，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相聚在上海，用自己的作品为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增添亮丽的风景。今晚是个特殊的日子，亚洲第一红毯星光璀璨，让我们和众多的中外电影人一起共同祝贺上海国际电影节20岁生日快乐。此刻我们正在通过 SMG 艺术人文频道、东方电影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稍后在19:35由东方卫视向全球直播红地毯的盛况。那么从今天晚上的18:35开始呢，中央电视台 CCTV 电影频道也将会为您全程直播我们的红毯仪式和开幕式的盛况。那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最受瞩目的电影人身上，全场热情的影迷，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守候着的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来宾们踏上红毯。Let's welcome our guests onto the carpet.首先登上红毯的是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烽火芳菲》剧组。该片同时入围了本届电影节的金爵奖，他们是制片人孙鹏、导演 Billy August、 主演刘亦菲、 Emily Husky、 严屹宽。哇，第一组嘉宾就如此的养眼，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谢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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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芳菲剧组啊！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导演 Mr. August, you were an old friend, right? You were member of the jury back in the 11th festival, and this year, please, the microphone, it's okay. And this year happens to be the 20th birthday of this festival, so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Well, I would wish for the audience to have a great time seeing all these wonderful films this year.Good. 奥古斯特导演呢，他实际上是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的一员哈。我们说这一次因为是上海电影节的20岁生日，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在这里感受到好的电影。我们的电影叫做《烽火芳菲》，这个真的挺绕的，真的不是我，真的是我嘴这个口条不好啊。我们一定要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金爵盛典。此刻我们正在上海大剧院前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红地毯的盛况。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red carpet live of the 2017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and TV Festival. We're here in front of Shanghai Grand Theater to give you the live broadcast.每年六月，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相聚在上海，用自己的作品为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增添亮丽的风景。今晚是个特殊的日子，亚洲第一红毯星光璀璨，让我们和众多的中外电影人一起共同祝贺上海国际电影节20岁生日快乐。此刻我们正在通过 SMG 艺术人文频道、东方电影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稍后在19:35由东方卫视向全球直播红地毯的盛况。那么从今天晚上的18:35开始呢，
中央电视台 CCTV 电影频道也将会为您全程直播我们的红毯仪式和开幕式的盛况。那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最受瞩目的电影人身上，全场热情的影迷，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守候着的观众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来宾们踏上红毯。 Let's welcome our guests onto the carpet.首先登上红毯的是本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烽火芳菲》剧组，该片同时入围了本届电影节的金爵奖。他们是制片人孙鹏，导演 Billy August， 主演刘亦菲、 Emily Husky、 严屹宽。哇，第一组嘉宾就如此的养眼，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谢谢。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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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芳菲剧组啊！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导演 Mr. August，you were an old friend, right? You were member of the jury back in the 11th festival, and this year, please, the microphone, it's okay. And this year happens to be the 20th birthday of this festival, so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the audience? Well, I would wish for the audience to have a great time seeing all these wonderful films this year.Good， 奥古斯特导演呢，他实际上是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的一员哈。我们说这一次因为是上海电影节的20岁生日，他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他说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在这里感受到好的电影。我们的电影叫做《烽火芳菲》，这个真的挺绕的，真的不是我，真的是我嘴这个口条不好啊。我们一定要问一下里面的飞啊，我们听说我们的飞在里面拍的时候差点就飞出去了。战争年代的中国的故事也是一个女人的史诗，看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包含在里面，复杂的情感，所以很期待，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感谢我们孙总、艾米尔还有严屹宽精彩的表演。逸飞这次是鹰嘛，宽哥是村长对吧？你说鹰都要飞出去了，你这村长当时没给拽回来。其实我非常感谢这个团队，因为这部戏的话其实已经摘去了所有偶像的光环。对，我觉得逸飞啊，包括艾米尔，我导演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真正去讲述一个故事，而不是我们以什么明星在里面去表现自我的帅啊或者漂亮啊，都没有，我们是讲故事。所以我希望能够真诚的作品能够打动真诚的观众们，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能够用心好好的看一下。谢谢，谢谢严屹宽，再一次的期待烽火芳菲今年的绽放，谢谢，非常期待这部子。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all.对于我们的导演 Billy August 大家非常熟悉了，两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以及奥斯卡金像的最佳外国影片奖。没错的，著名演员刘亦菲曾经主演电影《第三种爱情》《夜孔雀》《原来你还在这里》等等。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闪光少女》的导演王冉，编剧鲍晶晶，演员徐璐、彭昱畅等。著名编剧鲍晶晶的作品《失恋33天》曾获得第49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主演彭昱畅和徐璐分别入围了本届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女演员奖。我们现场的粉丝的尖叫声。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杀破狼贪狼剧组，监制黄博高，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导演叶伟信，监制郑宝瑞，主演古天乐、林家栋、吴越。叶伟信导演曾经执导著名的动作电影叶问、杀破狼，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采访区。
杀破狼的原班人马哈。我们知道这个古天乐之前也参加过很多这个动作片武打戏，那这部戏和之前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的特别感受，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觉得区别是以前的我都没有动作的戏份的，但是这一次我拍的时候，他跟我导演跟我说有一场是我要打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的，结果打了一个多星期，打到我死。对，那正值我们20岁生日哈，上海国际电影节，导演代表所有的组员来送上我们真诚的祝福吧。祝上海电影节每年都更好，谢谢。谢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个采访区，谢谢签名区。古天乐是香港最知名的男演员，塑造了非常多的大家熟悉的经典的荧幕形象，作品有《黑社会》《门徒》《窃听风云》《独占》等等。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这一部《杀破狼》，潘狼将会带给观众全新的动作的体验。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常在你左右》剧组，监制唐文康，主演张智霖、佘诗曼、古天乐、蔡卓妍、林家栋、黄俊奇、林雪。这是一部悬疑影片，著名演员佘诗曼的电影作品有《冲上云霄》《使徒行者》《十月初五的月光》等等。那大家熟悉的阿萨蔡卓妍曾经主演电影《下一站天后》《再说一次我爱你》等。好，我们来一张幸福的全家福吧，来，有请各位，我们对媒体朋友一起来合影留念。每一位演员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粉丝团，你的声音在哪里？那这样，我们现在是现场直播，我们有请分量最重的一位，送上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20岁生日的祝福吧。啊，上海电影节20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谢谢各位，谢谢。NPC 上海的总经理 Mr. Stephen Marho， 还有夫人 Mrs. Michelle Marho。 NPC 作为全球行业领导者，为许多电影创作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特效和后期制作，曾经凭借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迪士尼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奇幻森林》获得奥斯卡最佳视觉特效奖。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电影《情欲曼哈顿》剧组的导演李巨源，监制张家镇，主演王丽坤、高以翔、李源、王传君。清新美丽的王丽坤曾主演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等，高以翔曾出演电影《女人不坏》《101次求婚》等。演员王传君去年因为出演影片《罗曼蒂克消亡史》而口碑爆棚，欢迎各位的到来。好，请到我们媒体的摄影区，谢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日本电影周代表团，他们是电影《生在柚子》剧组导演三岛友纪子，制片人江守，电影《卡农》剧组的导演杂贺俊朗，制片人藤田修，电影《昼颜》剧组导演西谷宏，制片人大泽惠，主演斋藤工，著名女星上户彩，电影《三月的狮子》导演大友启史，以及日中电影节实行委员会理事长耿中女士，欢迎各位。迎面走来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上海滩执行主席雷富义 Raphael 先生和著名女演员张兰心小姐，感谢上海滩对于本届电影节的支持，欢迎两位出席本届电影节。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战争电影《血战湘江》的总顾问谷国庆，导演陈立，作曲居文佩，主演王英、王大志、宝剑锋、孙维民。影片讲述了83年前红军付出巨大牺牲血战湘江的悲壮故事，表现了红军将士誓死保卫党中央、确保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英雄气概。欢迎血战湘江剧组，欢迎各位。让我们欢迎来自影片《清河南高》的导演蒋卓元和他带领的同学们，主演欧豪等演员。影片打破以往青春片路线，开启了内地青春片的新时代。青春派演员欧豪曾主演电影《左耳》、《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少年》等。不是巨星，先采访一下这个戴墨镜的人吧，因为我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因为我们俩是住在一个小区的。一个街道的，所以我想先请王志文代表所有的组，我们的成员来送上各位的祝福，送给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哎，各位大家好，真高兴啊，能够来到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年，挺不容易的，要把一个孩子带大，带到20岁啊，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哈、啊。但是20呢？恰恰是刚刚成年不久，所以会有非常美好的未来啊。那么在这里呢，允许我代表我们摄制组的全体同仁，祝我们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能够茁壮的、健康的成长。谢谢各位。谢谢志文兄。那于南也是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于南为我们说上几句。谢谢。很开心又来上海电影节，真的是太有缘分了，今年是第20年，深深的祝福上海电影节
也很荣幸我们这个最长的一腔剧组能够来到这里，也希望电影能够早日让大家看到，谢谢。粉丝们喜不喜欢徐亚军？爱不爱他？要不要说一句话？那个特别开心哈，那个今天上海电影节20岁了，刚才志文老师也说了，但是上海电影节呢，我是第一次来，那我应该才刚刚1岁是吧？我希望呢，以后我能够跟着顺利导演，然后多多拍出一些好的电影来，能够多参加我们的上海电影节，谢谢大家，谢谢。还有我们一直看着他的戏长大的李立群老师，为我们送上几句祝福，谢谢，谢谢李立群老师。谢谢，谢谢。上海电影节20周年难得，我是第一次参加，但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对上海电影节的名声早就觉得久仰了，而且表示他这20多年以来一直在长大，越办越精彩。我们依然希望在各方领导和制度优良的情况下，使这个影展越来越长大，长大到国际间可以声名远播，博人好评，祝福他，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最长一枪，谢谢。好，我们也非常期待哈，《最长一枪》这个作品，一个兼具颜值和实力的。现在让我们欢迎本届电影节金爵动画入围影片代表《阿唐奇遇》的导演王威，制片人袁野，影片中的小茶宠阿唐和小来。《阿唐奇遇》呢，讲述了中华小茶宠阿唐为了变美而经历的冒险故事。影片入选了第39届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7月21日暑假见，《阿唐奇遇》，欢迎你们。Devika Horney 是泰国的人气女演员，拍摄了多部影视剧，现在她已经踏上红毯。她曾经获得泰国电影金天鹅奖提名。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的泰国电影，早已经成为亚洲不容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本届电影节泰国影展将展映多部多种类型的风格影片。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战神纪》的导演哈斯朝鲁，中影集团董事长拉培康，出品人李峰，主演陈伟霆、林允、胡军、巴森扎布。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影片《战神纪》演绎的就是铁木真青年时代的成长故事。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曾凭电影《长调》入围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欢迎战神纪啊，到身边这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了，伟霆。哇哦，啊，我们知道这个陈伟霆在这个戏里和我们胡军大哥有很多对手戏哈，来评价一下演对手戏感受怎么样？感受很棒。有什么样的一些趣事儿，或者有些什么样的难忘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一次是演铁木真，年轻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还有骑马，其实我拍这个戏之前我是不会骑马的，但是最后有一场戏我是骑着蒙古的烈马在大草原上面奔跑，我就特别有满足感。所以是压根儿不用替身，自己真的骑马了。是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真的是这个策马扬鞭在草原上骑马哈，陈伟霆，谢谢。这次胡军大哥怎么样？跟伟霆、跟林允哈、跟巴森扎布老师、跟哈斯绍老师，你们的合作这次是什么样的一次创作？我觉得这次合作特别的爽啊，他们反正比我爽，他们全都在大草原上奔驰着，我一直在棚里面那个绿背景下一直艰苦的奋斗的。哦，对，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一部战神记啊。对对对，而且这部戏是一个民族题材的。一个魔幻式的一个戏，所以说我相信，这个戏出来以后，大家会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太棒了！感谢《战神记》的剧组，我们非常期待哈斯绍鲁导演哈，我们各位共同合作的这部作品。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胡军大哥。我们想问一下胡军大哥，这个衣服是自己设计的是吗？对呀，对呀，对吧？对吧？走向时装设计师了是吧？是，谢谢谢谢你。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厂长代表团，珠江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福清，湖北电影制片厂总经理助理龚敏，天山电影制片厂厂长高黄刚，北方联合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峨眉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韩梅，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继红，安徽电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伦，西部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平，海峡世纪福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刚，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厂长赵春明，兰州电影制片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石斌，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一奇，吉林省文联副主席毕淑玲，江西电影制片厂厂长张龙，宁夏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洪涛，龙江电影制片厂厂长楼东义，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丕学，天津北方电影集团有限电影制片厂厂长郭小伟。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角猪传》的监制陈嘉上，制片人樊飞飞，导演杨磊，视觉导演陆贝科，主演张天爱、赵健、欧卡。《角猪传》是以古老而神秘的九州大陆为主要舞台，在九州大 IP 的背景下延伸出的一个全新的故事，时而英姿飒爽，时而妩媚多姿的青年演员张天爱人气十足。好，欢迎《角猪传》，欢迎张天爱。天爱，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今天你的这位男伴啊，他是什么物种？感觉像穿山甲，你给我们揭秘一下。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太懂我们九零后在想什么，然后这是我的新的好的搭档，然后他叫欧卡，在我们剧中饰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天爱这个今年啊作品很多啊，四部啊有作品要跟大家见面。这部角猪传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听说很多打戏很难拍是不是？对，我们这部戏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震撼，而且有大量的特效和武打的镜头。我们也特别欢迎陈嘉上导演来到我们身边哈。我们今年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了，送上您的祝福吧，谢谢。20届其实只是每一期都觉得你们越办越好，所以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而且带着我们一个年轻团队，往后你会多看见他们多一点，我希望他们继续在上海电影节发光发亮。我们也希望多看您，欢迎您经常来上海，欢迎角猪传。谢谢陈导，谢谢张天爱，谢谢这个优秀的年轻的团队。朋友们，马上要走上红毯的是电影《绣春刀修罗战场》剧组，导演陆阳，监制宁浩，配乐川井宪次，主演张震、杨幂、张译、雷佳音。这部影片也是本届电影节成龙电影周的开幕影片，欢迎《绣春刀修罗战场》剧组的到来。欢迎各位来，请来到采访区。
来，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谢谢。欢迎欢迎欢迎，绣春刀修罗战场，来。剧组确实很有这个武侠风啊！我们要首先问一下张震，因为在这个《绣春刀》第一部中就看到你演二哥嘛，那二哥很苦，很虐心哈、啊，忠义难两全，我们也很难受。这次陆阳导演有没有又给你设计特别虐心的戏份？这一次比较好，这一次沈炼那个爱情戏份比较多，对，可以看到他比较温柔的一面啊。爱情戏份就跟旁边这位了啊，问问杨幂哈、啊，这次的爱情戏份跟张震演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很虐心，就是让人意想不到。对对对，这个事儿就很好玩了，因为张震说很甜蜜很温暖，杨幂说很虐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爱情？但在我身边这一位一定是非常高兴、我们要送上我们的祝福，恭喜张译昨天刚刚获得的是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奖，太棒了，请客、对啊，一定一定。那今天欢迎来到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的开幕式哈，有什么话送给我们20岁的生日？首先祝上海电影节20岁生日快乐，另外我们的礼物就是《绣春刀之二》。太棒了。请教一下宁浩导演，我们都说这个动作片武打片都是很难去做到创新的，这部影片有什么的新的看点吗？我觉得我们这部片的所有的演员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在电影中，我觉得大家应该让我们欢迎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纪录片评委芬兰纪录片制片人导演范卡瓦蒂，日本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响田和宏，中国纪录片导演杜海滨。芬兰纪录片制片人导演范卡瓦蒂曾与世界一流的纪录片导演合作，担任制片的作品曾横扫全球各大电影节展。日本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响田和宏以及对纪录片独特的观察方式闻名，作品享誉国际各大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导演杜海滨的作品有许多都获得过国际性的大奖。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电影《我是马布里》的出品人刘彦明，导演杨子，制片人韩肯，监制黄建新，主演 Stephen 马布里、吴尊、高以翔、锦荣、王阳明。我是 马布里这部电影是近年来国内第一部由职业运动员来主演的影片。欢迎杨子导演，欢迎各位。杨子导演自己都在笑好走红地毯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看到马布里，看到所有的，我觉得梁芷你站那儿是一个错误。不，我已经被淹没了，我跟他们的腰一样长啊，腿一样长。这一部作品就是长腿男神收割机哈，我们非常期待的《我是马布里》，因为今天还特别的有定档哈，一定要请杨子导演给我们讲一讲。这部影片将会在8月11号跟观众见面，然后大家能看到这部影片里汇集了颜值又高，有高颜值、高海拔，我觉得还有。来，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谢谢。欢迎欢迎欢迎，绣春刀修罗战场，来。哎，剧组确实很有这个武侠风啊！我们要首先问一下张震，因为在这个绣春刀第一部中就看到你演二哥嘛，那二哥很苦，很虐心哈、啊，忠义难两全，我们也很难受。这次陆阳导演有没有又给你设计特别虐心的戏份？这一次比较好，这一次沈炼那个爱情戏份比较多，对，可以看到他比较温柔的一面啊。爱情戏份就跟旁边这位了啊，问问杨幂哈、啊，这次的爱情戏份跟张震演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很虐心，就是让人意想不到。对对对。这个事儿就很好玩了，因为张震说很甜蜜很温暖，杨幂说很虐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爱情？但在我身边这一位一定是非常高兴、我们要送上我们的祝福，恭喜张译昨天刚刚获得的是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演员奖，太棒了，请客、对啊，一定一定。那今天欢迎来到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我们的开幕式哈，有什么话送给我们20岁的生日？
首先祝上海电影节二十岁生日快乐，另外我们的礼物就是《绣春刀之二》。太棒了请教一下宁浩导演，我们都说这个动作片武打片都是很难去做到创新的，这部影片有什么的新的看点吗？我觉得我们这部片的所有的演员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表现在电影中，我觉得大家应该进电影院去支持去看一下。谢谢宁浩导演，谢谢各位成员，谢谢，欢迎来到上海，谢谢。我们期待绣春刀修罗战场的精彩的表现，谢谢各位，谢谢。让我们欢迎本届电影节金爵奖纪录片评委、芬兰纪录片制片人导演范卡瓦蒂、日本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响田和宏、中国纪录片导演杜海滨。芬兰纪录片制片人导演范卡瓦蒂曾与世界一流的纪录片导演合作，担任制片的作品曾横扫全球各大电影节展。日本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响田和宏以及对纪录片独特的观察方式闻名，作品享誉国际各大电影节。中国纪录片导演杜海滨的作品有许多都获得过国际性的大奖。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电影《我是马布里》的出品人刘彦明，导演杨子，制片人韩肯，监制黄建新，主演 Stephen 马布里、吴尊、高以翔、锦荣、王阳明。我是 马布里这部电影是近年来国内第一部由职业运动员来主演的影片。欢迎杨子导演，欢迎各位。杨子导演自己都在笑，好走红地毯的时候，因为所有的人都看到马布里，看到所有的，我觉得梁子你站那是一个错误。不，我已经被淹没了，我跟他们的腰一样长啊，腿一样长。这一部作品就是长腿男神收割机哈，我们非常期待的《我是马布里》，因为今天还特别的有定档哈，一定要请杨子导演给我们讲一讲。这部影片将会在8月11号跟观众见面，然后大家能看到这部影片里汇集了颜值又高，有高颜值、高海拔，我觉得还有就是高演技的这些篮球高手们，非常的燃。Yes. It's gonna be a great one, right? 8月11号，让我们一起到电影院去期待这部长腿男神收割机的《我是马布里》。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个优秀的、超级帅气的团队，欢迎各位，期待，谢谢，欢迎各位。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积佳东南亚区董事总经理 Mr. Maxon Conchet。我们要感谢积佳多年来对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支持，感谢您出席本届电影节。积佳是多年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明星腕表品牌。好，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京城81号2》剧组，导演钱仁豪，监制陈嘉上，主演张智霖、梅婷、钟欣桐、耿乐。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演员张智霖曾经出演过电影《一代宗师》《冲上云霄》等，著名演员梅婷曾主演电影《红色恋人》《推拿》等等。钟欣桐的电影作品有《叶问》《终极一战》《罗曼蒂克消亡史》等，曾因《头发乱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影片被观众铭记的一代文艺型男耿乐也参与了这部惊悚片的演出。现在让我们欢迎来自英国电影学院奖 BAFTA 的嘉宾，他们是 Director Cynthia John Hunter、 New Talent and Legacy Producer Claire Alice Elizabeth Stratton， 欢迎你们的到来。看到我们的嘉宾特别有幸哈，手上拿的是20周年哈，我们第20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标识哈， 20th Welcome。
我们的红毯上又走来了一组嘉宾，让我们欢迎电影《猜猜我是谁》剧组总监制林小强，出品人林小明，总制片人唐珂，出品人温志伟，导演彭顺，主演陈学冬、张孝全、桂纶镁、蒋梦婕。因拍摄惊悚片《见鬼》《童颜》等被观众熟悉的香港导演彭顺这次带来《猜猜我是谁》，是一部根据真实电信诈骗案件改编的电影。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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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频道出品的《猜猜我是谁》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啊，访问《猜猜我是谁》这个剧组的最大的要点就是不要问你演什么角色，他就会说啊，你猜啊啊。这肯定是不好的。但我们首先要问一下小美，小美，我看到新闻啊，听说手上缝了针是吗？你要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发生啊？我太不小心了，太专心在拍戏，所以手上刮伤了。对，刮了几针？八针，缝了八针。哇，还好还好，现在还行。这部戏参演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猜猜我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就大家都得猜一下大家是谁，各自心怀鬼胎这样子。没错，现在百度的时候还百度不出他们这个每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哎，学冬今天看起来啊，跟我在朋友圈里看已经不一样了。在朋友圈里看到监视器里特别帅的一个侧脸，一看说知道是陈学冬，但觉得又不是，感觉比孝全好像还黑了点那个时候。对，好像戏里跟比他黑一点，差不多黑吧。怎么会这么大变化在这个作品当中？就美白了呗，就没有。其实在戏里面是化妆化的特别的黑，因为演那个谁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反正就是那个身份赋予他应该是那样的形象，所以造型也做了很大的突破。因为我从出道到现在没有剪过短头发，那戏里面的头发特别特别特别短。哦，对，反正总之就是突破了很多你从来没有突破过的一些表演上的一些边界，是吗？对对对对，非常期待啊，学冬。哎，你现在又回到我们传统的样子，但在这个电影当中应该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陈学冬，是这样吗？没有没有，我自己都没见过，反正到现在。哎，我们要问一下孝全，孝全你这次厉害了，你现在是孝全老师啊，你这次是我们的评委啊，对吧？但是十四届是，因为从来没有。有参加影展，但从来没有当过评审。对，我觉得是一次很不一样的经验。哎，孟杰这次也很特别。哎，我觉得你今天出场的时候已经带了人物的感觉，因为你平常都是很乖很可爱，这次听说是有媚气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其实这次的角色，在里面的身份很多，然后非常的扑朔迷离，而且很女人味，比我现在要再女人味一点。哇，再一次啊，我们要非常期待。拆我台的就有。再一次呢，我们再一次的要感谢这个猜猜我是谁今天来到红毯，因为非常期待这部电影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扑朔迷离的变局。但有一点不用猜，就是这个戏非常好看，好，一定要去支持。让我们一起期待猜猜他是谁，其实是猜猜我是谁。欢迎各位来，请到媒体区。现在走上红毯的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是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致敬金爵嘉宾，意大利女演员古希纳塔，导演王红，导演陆川。著名演员奚美娟，他们都曾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有着很深的渊源。意大利女星玛利亚·加西亚·古辛纳塔，她的作品有电影《邮差》，还出任了邦女郎，和皮尔斯·布鲁斯南合作了《黑日危机》，她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忠实拥趸。是的，是的，尤佳说的对，我们看到都是我们的老面孔、老朋友了哈。今天是我们正逢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每一位都送上您的祝福吧。来，有请我身边的这位我们的艺术家奚美娟老师。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我的家乡举办已经20届了，我祝愿它越办越好，谢谢。第一届我就参加了，觉得越办越好，20届，20岁生日快乐。啊，我们也要听一下陆川导演哈，对第20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送上的特别的祝福。祝上海电影节越办越好，我也是上海电影节的经常过来，所以希望上海电影节办越办越好。谢谢谢谢陆川导演。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古希纳塔有什么样的祝福。 Are your wish for the 20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ll the best wishes. You know, I've been coming here for 11 years and every year is a special year, so I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 Shanghai Film Festival for all the opportunities are giving to all the international movies.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那在过去的这个那么多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古琴娜塔已经来了11年了，11次了。I'm sure we're gonna see you again next year. Welcome to Shanghai. We do hope so. Thank you. Thanks for coming. 谢谢。这边请。谢谢王总导演，谢谢奚美娟老师，谢谢陆川导演，谢谢古琴娜塔。那陆川导演呢，也是我们的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会的主席。是。现在我们迎面走来的是已经连续2年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唯一指定护肤品牌克里缇娜大中华区品牌营运长赵成佑先生及夫人苏玉山女士。那今年呢，克里缇娜携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女人勇敢爱”纪录片创投项目成果“冈拉梅朵”剧组一同走上红毯。冈拉梅朵剧组也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的开幕影片。现在走上红毯的是技嘉东南亚区董事总经理 Mr. Maxon Congre 以及泰国籍的女演员 Kong Pong 女士。那么技嘉，我们要感谢他多年来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支持，也要感谢两位出席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Welcome please。 Welcome to Shanghai, this way please。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反转人生》剧组的导演武世贤，主演夏雨、闫妮、潘冰龙，特别出演宋茜。因主演《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成为威尼斯影帝的夏雨，曾经和武世贤导演合作过《独自等待》，这次二度合作，不知道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欢迎各位，欢迎来到媒体采访区。来，欢迎舞蹈，哎，欢迎夏雨、宋茜、潘冰龙，欢迎各位。夏雨曾经担任的是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再次回到上海，回到我们这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家庭，有什么样的祝福？特别开心又回来，然后也祝我们的上海电影节越办越好。应该没有什么秘诀吧，就是走得稳一点。就像舞蹈一样，拿个扇子啊。对。哎，这次的跟舞蹈这次的合作，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你在里面有什么样的反转？这算是一个都市喜剧爱情的奇幻喜剧片。对，在我在里面是饰演夏雨哥饰演的那个马奋斗的前女友。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哇，这三个字一出来，感觉就很多戏啊，前女友，很多戏，前女友，对对对对对啊。问一下潘冰龙啊，这次这个喜剧应该说你是驾轻就熟了，还有什么样的挑战？这部作品？这次特别感谢导演，他让我演了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对，真的是，因为以前在喜剧上一直塑造一个比较傻、比较二的人，这次是一个聪明的喜剧角色。哥，不要说是演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你就是一个特别聪明。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期待反转人生，谢谢舞蹈，谢谢各位。让我们欢迎本届电影节论坛嘉宾 IMAX 全球首席执行官 Richard Gelfond， 美国电影协会 MPAA 亚太区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冯伟，欢迎电影节论坛嘉宾的到来。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父子雄兵剧组，万达文化集团高级副总裁兼院线总裁曾茂军，导演袁卫东，主演大鹏、张天爱、梁龙。主演大鹏这几年人气非常的旺，他曾自导自演电影《煎饼侠》，获得非常高的票房。转战大荧幕后的人气演员张天爱这两年收获颇丰，曾参演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我可以给大家透露哈，大鹏导演今天凌晨啊，刚刚这个缝纫机乐队杀青，六个小时汽车到沈阳，然后坐飞机赶到上海来参加，非常期待他的新作缝纫机乐队。当然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父子雄兵同样优秀的作品。新人剧组的导演陈木胜，制片人林子雄，监制廖婉红，主演古天乐、机灵小妞刘楚田，暖男哥哥黄欣然，喵星人西西利，哇，好可爱哦！是的，喵星人这个电影讲述的是来自神秘的我们的喵星球的天外来客西西利，乘坐的将是神舟28号飞船重返地球，与四口之家相聚，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令人是啼笑皆非、无比温暖的故事。欢迎，哎呀，这只可爱的猫真可爱。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动画电影《神奇马戏团之动物饼干》剧组。走上红毯的嘉宾有著名动画导演 Tony Bancroft， 出品人木叶东女士，制片人韩磊、胡明一，以及片中小丑子弹侠的动物人物原型。神奇马戏团之动物饼干是一部以马戏团、神奇动物饼干、亲情、友情、爱情等为元素的合家欢电影。我们也可以见到我们上海国际电影节各种不同类型电影之丰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电影人的到来。让我们欢迎影片《假如王子睡着了》剧组，他们是导演王莹，主演陈柏霖、林允、张云龙。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动画大电影《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剧组，他们是导演素达，剧中配音演员我们非常熟悉的主持人金美，还有可爱的大耳朵图图一家三口。大耳朵图图曾伴随了几代观众的成长，这部大电影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哦，欢迎欢迎欢迎大耳朵图图。我们这个爸爸明显不在状态，请你归队，跟我们这个家庭混在一起好吗？谢谢。来，我们邀请大耳朵图图剧组哈，走到我们这边的采访区。欢迎各位，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应该共享盛举，应该共同走在一起，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哎，这位西桑啊，侬看起来有点面熟啊，怎么？有点熟是吧？来，哎，我小的时候啊，一直在寻找一个跟我自己长得比较像的卡通人物，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大耳朵图图啊，哎，要特别讲一下。金伟老师，您怎么出现在了这里？这得问我们的制作人，我们的总导演素达老师。哦。大家好，今年我们大耳朵图图的电影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上映的日期是7月28号。7月28号，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带着你的爸爸妈妈来到影院观看我们的大耳朵图图全新的电影，欢迎各位，谢谢各位，谢谢。现在走上红毯的是参加本次电影节的泰国影展的明星，来自泰国的演员 Munita。 Munita 是泰国的新人女演员，2017年曾凭借电影《一日情侣》获得第26届泰国金天鹅奖最佳女主角。
在走上红毯的是《心理罪》剧组，导演谢东升，制片人李丽，原著作者雷米，主演李易峰、李纯、张国柱。哇，现场的影迷太幸运了！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小生李易峰，我们的摄影师怎么能放过你呢？好，我们要和心理罪的剧组来聊一聊。刚刚有个细节啊，好的，我们的摄影师和记者会抓拍到，就刚才易峰在那边弄完那个，跟所有的人击完掌以后，稍微握了一下手，差点没抽出来，对吧？他们力气太大了。但是你也要给大家送这个福利啊，再一次的欢呼送给心理罪啊，非常棒的一部作品。易峰要给大家讲一下，你的角色叫方木，听说是方但是不木，这是怎么回事？给大家分析一下。他是一个天才少年，然后是一个洞察别人心理的一个心灵骇客，跟廖凡廖老师演的这个台伟有一段你情我浓的感情故事。啊，真的吗？真的假的？我们这边所有的剧组成员说真的真的。对，我们谢导说是。哇，这到底是一部怎么样精彩又你情我浓的作品啊！我们一起到影院要支持心理罪。谢谢，非常期待。谢谢易峰，谢谢各位。是两年一届，之后我们是一年一次，没错，所以到今年正好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红毯走起来啊，其实特别不容易，是因为我们现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的朋友，他们绝不会轻而易举的放开我们这些巨星，因为能够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定是最具备实力最受欢迎的电影人。迎面走来的是非常著名的红底鞋 Christian Louboutin 的创始人及设计师 Mr. Christian Louboutin， 以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季雨昕女士。感谢两位出席本届电影节。季雨昕女士对上海国际电影节非常的熟悉了解，而且感谢您多年来对上海国际电影节所做出的贡献，欢迎今天您的到来。现场的影迷朋友、媒体朋友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艺术家秦怡、李歇普、于本正、石小华、鲍之芳，让我们向各位老师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表示最为崇高的致敬。欢迎各位前辈艺术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我们看到秦怡老师今天穿着粉色套装踏上红毯。秦怡老师今年已经96岁高龄了，我们现场的影迷同样向您献上最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感谢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祝福艺术家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想我们现场的粉丝，我们应该一起高喊秦怡老师我爱你好吗？真的不容易。3、2、1，秦怡老师我们爱您，谢谢您。所以我想上海国际电影节20岁生日，我们的艺术家前辈们也是特别开心能够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长，看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成长。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本届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
他们是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王小帅，委员中国摄影师董劲松，中国台湾演员张孝全，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美国发行商制片人 Michael J. Weiner。 王小帅导演曾担任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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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帅导演，欢迎伟道理想。大家好大家好，我伟德刚刚地上海，我因为小帅导演是出生在上海的这个著名的导演，同时呢在去年的时候，小帅导演特别在静安区的环上大国际影视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为什么把公司成立在上海呢？因为我觉得首先上海本来就是我们电影的最早的发源地在中国，另外呢近年来上海这个整个的对电影的支持和对文化的支持力度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好好的重视这个机会，把电影好好做好，特别是为上海的电影重新那个启动起来，大家做一份努力。是，那今年恰逢我们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您有什么样的祝福？好，20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年龄，对于一个中国的电影节来，它是最老资格的，但对于一个世界来说，它是刚起步，所以希望上海电影节越做越好，越办越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小帅导演，谢谢各位。谢谢小帅导演，谢谢各位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为了很多的年轻导演起飞的摇篮。是，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在今年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的评选当中，有更多的优秀的年轻电影人被我们的各位大师所看到，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没错，在过往的那么多年当中，真的是从上海国际电影节走出了很多新锐的导演，从上海走向中国，从中国走向也非常的熟悉了解，而且感谢您多年来对上海国际电影节所做出的贡献，欢迎今天您的到来。现场的影迷朋友、媒体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艺术家秦怡、李歇普、于本正、石小华、鲍之芳，让我们向各位老师为中国电影做出贡献表示最为崇高的致敬。欢迎各位前辈艺术家的到来，欢迎你们。我们看到秦怡老师今天穿着粉色套装踏上红毯，秦怡老师今年已经96岁高龄了。我们现场的影迷同样向您献上最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感谢我们的老艺术家们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祝福艺术家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想我们现场的粉丝，我们应该一起高喊秦怡老师我爱你好吗？真的不容易。3、2、1，秦怡老师我们爱您，谢谢您。所以我想上海国际电影节20岁生日，我们的艺术家前辈们也是特别开心能够看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长，看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成长。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本届电影节亚洲新人奖的评委，他们是评委会主席中国导演王小帅，委员中国摄影师董劲松，中国台湾演员张孝全，马来西亚导演陈翠梅，美国发行商制片人 Michael J. Weiner。 王小帅导演曾担任第1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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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帅导演，欢迎伟道理想。大家好大家好，我伟德刚刚地上海，我因为小帅导演是出生在上海的这个著名的导演，同时呢在去年的时候，小帅导演特别在静安区的环上大国际影视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那为什么把公司成立在上海呢？因为我觉得首先上海本来就是我们电影的最早的发源地在中国，另外呢近年来上海这个整个的对电影的支持和对文化的支持力度很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应该好好的重视这个机会，把电影好好做好，特别是为上海的电影重新那个启动起来，大家做一份努力。是，那今年恰逢我们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您有什么样的祝福？好，20年，是一个不长不短的年龄，对于一个中国的电影节来，它是最老资格的，但对于一个世界来说，它是刚起步，所以希望上海电影节越做越好，越办越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谢谢小帅导演，谢谢各位，谢谢小帅导演，谢谢各位啊！上海国际电影节成为了很多的年轻导演起飞的摇篮。是，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在今年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亚洲新人奖的评选当中，有更多的优秀的年轻电影人被我们的各位大师所看到，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没错，在过往的那么多年当中，真的是从上海国际电影节走出了很多新锐的导演，从上海走向中国，从中国。现在有请电影《枪炮幺八》剧组，他们是万达文化集团高级总裁助理兼万达影视传媒公司总经理蒋德富，导演张猛，主演张亮、黄景瑜、张兰心。导演张猛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老朋友了，他曾经执导作品《耳朵大有福》《钢的琴》为观众熟知，曾获得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至第8届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去年担任了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各位都是来变魔术的，那我们3、2、1，打开我们的魔术道具好不好？准备好，3、2、1，展开！太棒了，我们特别要有请我们的这个组的家长张猛导演哈。其实您的很多作品大家非常熟悉了，在我们20岁生日的时候送上您的祝福，送给上海国际电影节。好，太多的第一次都是在上海电影节发生的，第一次在这里做评委，第一次在这里获奖。第一次在这里得到了创投的钱，所以说感谢上海电影节，希望枪炮腰花再次得到上海电影节的厚爱啊！谢谢，让我们一起期待不一样的腰花，是不是？哎，这个蓝心啊，画风变化太快啊！刚才这个还是一身素，这突然就盛开了。但是张猛导演一般啊，不按常理出牌，枪炮腰花，你还真不一定负责花，没准亮哥负责花，你是不是负责枪？是腰花吧？哎，不对，我是花，我不能是腰花。亮哥是枪。我算是腰吧，应该是。其实，在这部戏里边，对于我来说挑战也很大，我也是第一次尝试反面角色，对，非常的期待哈，张猛导演的这枪炮腰花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没有想到过的带给我们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谢谢，再次的感谢各位，谢谢各位，欢迎各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影片《原谅他77次》剧组的主演蔡卓妍、周柏豪、魏诗雅。这部影片由导演邱礼涛和蔡卓妍携手成功入围了第12届大阪亚洲电影节。影片讲述了阿萨所饰演的女主角记录了和男友之间77件心碎经历的故事。周柏豪饰演的就是影片中阿萨的男友。阿萨也已经是第二次登上我们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了。
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一带一路电影文化交流代表团，他们分别是来自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匈牙利米什科尔斯国际电影节、拉脱维亚国家电影中心、印度孟买国际电影节、菲律宾奎松城国际电影节、阿联酋国际电影节、立陶宛维尔纽斯国际电影节、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爱沙尼亚塔林黑夜电影节、印尼文化教育部电影发展中心、爱尔兰丝绸之路电影节等十余个国家的电影节以及电影机构代表。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我们要欢迎来自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各位的电影人哈。在今年呢，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的票房表现非常优秀， Dango made a huge success in the Chinese market, congratulations. And by the way, we want to know your thoughts about the futur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filmmakers. We're very excited to be here, and as far as India is concerned, 沿线我们看到更多的优秀的精彩的电影的合拍的作品，再次的感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位代表，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行，谢谢，欢迎来到上海，来这边请。Thank you all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operations. Thank you. 朋友们，来宾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六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为期四天的一带一路的电影文化交流系列主题活动，包括一带一路的电影文化交流签约仪式、我们的电影市场的国别推介、包括我们的圆桌论坛等等。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让一带一路的文化传统不断的延续，发扬光大。此刻迎面走来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指定明星用车凯迪拉克市场营销事业部部长 Andrew Scarf、 安德里斯先生和刘天舒女士，感谢凯迪拉克对于本届电影节的支持，欢迎二位的到来。旧剧组主演杨幂、霍建华、刘畅、傅小妍、马娟。不对哦，我们看到现场出现了三个杨幂，大家能分辨出哪个是真杨幂吗？逆时营救曾于2015年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获得最具市场投资潜力项目奖，影片也入围了本届电影节成龙电影周。哇，前所未见啊！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我反正是震惊了哈！这个现在的效果非常的特异，你知道吗？杨幂现在看到这样的状态，我感觉有一个是那个素锦捏的那个人偶啊，还有一个是这个素素，我只能这么理解了，中间是姑姑啊，现在只能这么理解这件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实话，你说了那么多，在旁边站着有点瘆人，有点害怕。那还是我站到当中比较舒服一点。好，两位，其实在七年之前两位都有合作过，现在两位都做家长了，对不对？来，再次合作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再次跟华哥合作很开心啊，因为华哥这么优秀这么好，所以很开心。要问一下华哥，七年前是雪见和白豆腐，对吧？对。七年之后，哎，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我们透露一下？我觉得杨幂真的是成熟了很多啊，然后也越来越有这种知性的味道了啊，就是长大的感觉。对。这次两位合作是一个科幻的大作是吗？对，杨幂来解说一下啊。刘畅来说。其实我们是一个科幻的，软科幻的，然后就讲我们在一个研究室，可以回到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之前。那正好华哥呢就扮演一个坏人角色，就抢了我们秘密的儿子，然后我们就回到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之前去救，对。然后有三个杨幂出现，对。哇，非常期待啊，非常期待这一部两位啊七年之后再次合作的逆时营救。再次的谢谢逆时营救剧组，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我给各位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一个建议啊，这个华哥非常帅，一定要拍，蜜姐要拍，一会儿我们这两位特别的假秘密也要拍啊，非常特别，尤其是站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对比很有意思。站我这边，你觉得是站我这边这个更像一点，还是那边更像一点呢？都有那么一点点神似。我们不如大家再往前一点，让大家拍得更仔细一点，看看哪个更像杨幂哈。来，请您，请您。但华哥这么帅，你们能让华哥走吗？朋友们，现在走上红毯的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们，他们是佟瑞昕、于慧、王景春、王维维、李学东、孙青、玲玲、赵雅丽、普普、肖辉、杨晨、蒋静、于飞、周娟。哎，我想今天的这个夜晚应该是所有的电影人和所有热爱电影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啊，因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今天来到了20届哈，应该说这20届当中，我们见证了太多优秀的中国电影人在这个平台起飞，创造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带给了太多的我们喜爱电影的观众朋友们无数个难忘的夜晚啊，我们的很多的青春的记忆、人生的回忆，实际上都是跟电影连接在一起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见证着中国电影的蓬勃发展，所以我们的红毯总是能吸引到最具实力、最受欢迎的电影人的到来。没错，其实就我们三个人来讲，在过往的好几年一直是我们合作主持了红地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我们的电影人走入我们的红地毯，走入我们的电影的这个大家庭，让我们真是非常感动和激动和自豪，浮想联翩啊。这个刚刚主持的时候金伟老师只有18岁哈、啊、现在都20岁了啊，我也已经15了啊，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真的玩笑归玩笑，但是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每一位电影人每一次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不同的激情、不同的战斗力。没错啊，我们说是电影节，其实更像是一次大的聚会哈、啊、我们非常期待所有的电影人相聚在这里。那稍后的我们的开幕式必将又是异彩纷呈的一次呈现啊，非常期待所有的艺术家带来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盛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金爵盛典，此刻我们正在上海大剧院前为您现场直播红地毯的盛况。现在我们正通过东方卫视 SMG 艺术人文频道、东方电影频道为您做现场直播。没错， CCTV 电影频道也将为您全程的直播我们的红地毯和稍后的开幕式的盛况，请您不要走开。亚洲第一红毯今晚星光璀璨，让我们一起欢迎中外电影人的到来。Let's welcome our guests onto the carpet。现在正向我们走来的是建军大业剧组，他们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拉培康、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三次元影业董事长任宁、导演刘伟强、监制黄建新、主演刘烨、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朱亚文。建军大业是献礼建军90周年的大片，是中影建国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我们知道中影是所有人啊，是欢迎各位。中影是中国电影的我们的主力军，也是国家队哈。我们之前看过好多中影的作品，让我们倍感骄傲、倍感感动。那这一次是建军大业，我们有请拉总给我们介绍一下，看点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建军大业呢是中影股份，建国、建党、建军三部曲的最后一曲。那么这部影片的特色呢，就是用全新的表现手法呈现了我党建设这样一支人民军队的艰苦历程，拍得非常精彩，手法完全跟
建国和建党不一样，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谢谢。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定要请我们的建新导演，也要送上属于您的哈，给我们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祝福。那还得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的这个我们的建军大业哈，这么多年轻演员有这么优秀的表现，哎，到底哪些样是最值得我们期待的？给我们预告一下。这个片子充满了激情，热血，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表现的都特别好，一定让大家耳目一新。谢谢各位，欢迎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谢谢，请到媒体拍摄区，谢谢。现在走上红毯的是电影《中国药神》的监制宁浩，导演文牧野，演员徐峥、王传君、周一围、韩卓。电影《中国药神》是宁浩、徐峥继《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心花》这部作品的看点是什么？这部作品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我可以保证。好，今天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哈，再次欢迎各位来到上海，欢迎各位，谢谢。现场影迷尖叫声不断，让我们欢迎芳华剧组的到来。他们是制片人华谊兄弟传媒集团公司执行总裁王中磊，著名导演冯小刚，编剧严歌苓，主演黄轩、淼淼、钟楚曦。电影《芳华》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著名导演冯小刚的作品《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非诚勿扰》等都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影响力。去年他凭借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获得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啊，这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啊，看起来就非常特别，本身也非常特别的一个阵容和剧组。我们要问一下小刚导演，小刚导演啊，您知道，您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哈，您站在前面，后面我们一排的演员都穿着墨绿色的这个军礼服，很酷。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芳华》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品？啊，在这儿，这儿，这儿。《芳华》是歌伶写的一个文工团的故事，也是我的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所以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电影。那我们问一下王中磊先生啊，这个我们知道芳华将会在这个我们的11的国庆档啊和所有的观众见面，对这部影片有什么样的期待？就是会感动很多的观众，我相信能够最强大的一种感动的力量在11这个档期里面就是由芳华来创造的。黄轩，呼喊声在哪里？今天是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20岁生日，代表我们组里所有的演员送上你的祝福吧。祝福上海电影节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越办越好，能吸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优秀的电影人。好，我们所有演员一起亮一个相，来。每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都是中外电影人的一次盛会，而每次都有新片推出，更是影迷们的好福气。让我们欢迎影片《我是医生》剧组，他们是上影集团副总裁徐春平、制片人袁孝明、导演谢晓明，还有演员胡亚杰、于嘉娜。由上影集团出品的传记电影《我是医生》以吴孟超为原型，从他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讲起，描绘他年逾90依然奋战在无影灯下，每年完成200余台手术的故事。老百姓当中有很多的平民英雄，吴孟超医生就是这样其中的一位。我们要请教一下导演，是怎么样让我们的演员下生活去体验一下我们的平民英雄不忘初心？我编剧、导演、演员，我们花了几年时间，走到吴老的这个手术室里面，我们真正的看到了一个他不光是一个医生，而是一个英雄。那么这个影片是一个传记片，是一个非常不一样、非常特别有特点的一个传记片，好吧？谢谢。谢谢，让我们一起期待《我是医生》，谢谢，欢迎各位。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电影《侠盗联盟》剧组，他们是导演冯德伦、制片人张家镇、姜伟，主演 Jean Reno、
张静初、杨佑宁、游天玉。导演冯德伦作品有《大佬爱美丽》《跳出去》《太极》等。著名制片人张家镇曾担任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Welcome to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来，欢迎各位来到采访区，谢谢。好，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剧组来到采访区，欢迎各位。先请我们的冯德伦导演送上我们20岁生日的祝福。大家好，希望上海电影节20岁生日快乐，谢谢。Bonjour Sean,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you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filmmakers? I couldn't hear you. Could you share with us your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filmmakers this time? It was wonderful. We had a great time. We shot in Praga.走上红毯的是影片《明月几时有》剧组，他们是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出品人孙中怀，导演许安华，监制李恩玲、李炳坤，主演周迅、霍建华、郭涛。著名导演许安华是华语影坛得奖最多、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曾5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奖，3次获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欢迎各位。哇，我们欢迎许安华导演，欢迎各位，自己也忍不住在红毯上拍照。欢迎欢迎我们的明月几时有剧组，欢迎于东总裁，今天已经是第3次来到我们的红地毯了。那这部影片呢，明月几时有，将是今年夏天的暑期档的一股清泉，您怎么样看我们未来的票房？很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因为是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那许鞍华导演用诗一般的画面跟镜头拍了一段特殊的1942年的香港的一段传奇故事。那么我们的主演阵容也很强大，有当红的周迅、霍建华、彭于晏领衔主演，相信会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应该会创许鞍华导演的票房纪录。让我们一起期待《明月几时有》，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吧，好吗？欢迎各位。我们非常的期待啊，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将会创造更好的新的成绩。好，请各位来到我们的媒体拍摄区。好，我们有请各位主角，我们往前一步，我们一起来送上各位的祝福，好吗？我们一个来，先请周迅送上我们20岁生日的祝福。20岁生日快乐！金爵加油！华哥，华哥，啊，生日快乐！很突然啊！现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家的媒体，长枪短炮，大家都非常愿意为我们的电影人留下珍贵的照片和影像。在我们身边这位许鞍华导演啊，我们非常喜欢。然后许鞍华导演，刚才于东总裁说了，这个会破纪录，创造新的票房，您怎么看？我也是希望这是我拍出来最卖座的电影了。我们一起期待吧。好，谢谢，谢谢，谢谢徐导，谢谢徐导。电影产业发展突飞猛进，佳片不断，那每一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也是影迷们最快乐的时光，我们能看到很多新的电影上市面世，
让大家大呼过瘾啊。每年我们又看到很多的电影的前辈来到我们的红毯，更看到我们很多的新生代的力量，不断的充实我们的队伍。没错啊，我们非常的期待哈、啊，稍后马上就要和全球的影迷见面的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又会是怎样一番精彩的光景？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红毯盛典以及稍后的开幕式正在通过东方卫视以及 SMG 艺术人文频道、东方电影频道为您做现场直播。没错，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夜的亚洲第一红毯的仪式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朋友共同移步到我们的那一场，我们将会共同的期待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盛大绽放。再次谢谢各位的参与，我们明年红毯